啊，陈校长，啊，诸位，啊，传统文化同道，大家吉祥，阿弥陀佛。啊，我们啊这一段时间啊，跟大家啊一起学习，啊，师长老人家啊，跟随啊。 雪茹老师啊，学习经教十年姻缘啊，那我们要学了，就要把它学通啊这是一个学习的态度啊有福学啊，学而弗之，弗错也。 不学则已啊，要学就要把它学透。这个也是啊，啊，对跟老师这一段缘分的珍惜呀、啊，啊，我们有共同的缘分，我们一起跟着师长老人家学习。啊，刚刚。 啊，有一位朋友就说到，啊，他有看到啊，亲戚朋友跟师长老人家学习的，好像每个人学的状况啊，差别很大，啊，可能有一些学的呢，他也觉得有问题。 所以，相当啊，可惜啊，啊，师长这样啊，一心成就每一个有缘学生的善知识啊，在这个世间很难找到的。但是，假如当面错过，甚至还学偏了、学歪了，那多么令人遗憾的事情！ 那假如呈现在我们面前呢？我们有一份责任呢、啊，我得学好啊，让所有亲戚朋友，因为我学好啊，对师长老人家有信心呢，啊，因为佛法传统文化是师道啊，啊，信为道源功德母，啊，他对老师有信心呢，他才肯学。 很深入，才能获得大的利益呀、啊！而事实上，他老人家也是应机说法，他也都持续的在察觉我们学习过程会产生的问题点。 哦，比方，哎，老人家为什么要宣讲？啊，弥勒所问经，那一定有机缘的。啊，看到我们修学团体里面的、啊，有是非人我，啊，甚至有嫉妒的现象。 因为在弘扬正法的团体，嫉妒，然后去毁谤这些弘法的人呢，哦，那这个罪过是很重很重的啊！所以以这一部经来提醒啊，可能这个成口舌之快呀、啊，断了人家的法缘，哇，那这个一堕地狱都是一千八百万年呢、啊。 这都在应激了，哎，为什么师长他弘扬净土，他还要讲金刚般若呢？这我们弟子们要会观察了啊，因为毕竟要往生呢、啊，这个世间不能留恋呐、啊，啊，金刚般若。 就帮我们看破放下啊！婆有一爱之不亲，临终被此爱所牵呢。讲的啊，佛门还更白的啊，贪恋世间一根草啊，都不能往生了。这个贪爱是轮回的因呢、啊。 啊，甚至于师长还举例子，啊，连经书不可以贪爱啊，经书贪爱了可能会怎么样啊？到大《大大藏经》里面啊，在藏经阁里面，在经书里面的那个虫啊，留恋嘛，那留恋藏经阁，那藏经阁也没有人啊。 只有这些昆虫啊，这些畜生到的、啊，那他就拖拖下去了，啊、哦，所以这种势力也让我们警觉性很高啊，可不能搞成那个样子了。啊，陈德也曾经啊，有遇到同修啊。 说我就听老法师的一套光碟就好了，啊，其他的我就不多听了，啊，当然了，我们说缘人说法，无法不缘，啊，一套光碟从经典的角度，啊，比方说《无量寿经》，那所有大乘佛法的精髓都在这一部经里面啊，而透过师长讲解，我们能够深入。 但我也啊，跟同学们提到，师长近期的开始还是要听。啊，你可以听一部解，不断深入解行相应。但因为我们在菩提道上啊，哎，一个念头不对了，可能这个岔路就出去了。 而师长老人家他慈悲，他会观察我们学习的状况，然后应激，啊，所以大家假如有留心，在一些重要的法会啊，清明祭祖啊，啊，中原普渡啊，啊，甚至是冬至啊，老人家都会发表专题开始。那个都会针对我们的。 可能修学上的问题，给我们及时的指导啊、哦！因为毕竟师长可能是二十年前讲那一套观点，他应的是二十年前的这些修学状况、社会状况嘛。到我们现在的，一定有新的状况出现了啊、哦！所以我是给这个同学这个建议啊。假如我们很执着，哇，我就一一,一,一套就好了。 但忽略了老人家的应激提醒了，而我们观察啊，老人家八十岁以后啊，最强调的是什么？扎三根啊，已经洞察出来了，我们现在的人学大乘佛法基础不够啊，基础一不够啊，学起来就会歪歪扭扭的了。 啊，承德记得看印光祖师啊，《文钞精华录》啊，里面就提到，世间有大儒啊，才有高深，这个就是强调了基础的重要了。啊，哎，为什么大乘佛法在神州大地可以开花结果？ 啊，因为在《起世界经》里面，释迦牟尼佛已经说他遣二大菩萨于震旦方向讲经说法了。哦，我想讲到这里，大家就知道这两大菩萨是谁了。哎，在佛经里都有印证哦。同如菩萨，这就是老这孔子了；迦色菩萨，老子了。这万法因缘生呢、啊？ 为什么神州大地能把大乘佛法发扬光大？为什么印度没有呢？印度是佛教的发祥地呀、啊。假如以地利来讲，它应该是最好的，可是它没有大乘的基础，所以变成大乘佛法在神州大地发扬光大。 啊，陈德谈这个呢，是我们也要形成对事物的观察力。一切事物都是因缘所生，啊，缘是条件，客观的条件在哪里？啊，我们不说佛教。 这这一点而已，我们去看看现在各行各业啊，这种栋梁之才啊，越来越难难培养了，都是根基的问题了。所以记得在二零年上半年啊，在两年前啊，还有同学问。 我这个扎根要扎多久啊？啊，这个师长啊，一看他的问题，体会到对方的心呢、啊，就说、啊：“我到现在还在扎根呢、啊。哦”啊，就是说，我们对于老师一而再、再而三强调的重点，有时候我们还不一定重视他。啊，所以。 师道建立在孝道的基础啊，有孝道基础的，那父母讲一次啊，他就记住了。父母呼应勿缓，父母命行勿懒。我们现在假如这个基础不够，啊，老师一而再再而三讲，我们还不一定重视这个重点呢。哦，所以我们假如。 做人做事都不懂啊，要做菩萨不大可能啊，要行菩萨道做不到。啊，我给大家举个例子。师长老人家有一次在香港啊讲完课，啊，突然有一个弟子来了，啊，马上跪下来，啊，顶礼。 然后对着师长说：“啊，师傅啊，你今天不帮我圆顶啊，我就不走了。”好，然后这个师长就对他说：“你不走，我走。”哦，我在想说，假如我遇到这个人，我就傻了。 不是，我就不知所措了。你看，人家师师长很自在，你不走，我走。<laughs> 在当事人来讲，他能体会到他不恭敬师长吗？他这个是在威胁师长，<laughs> 你不会有原点，我就不走了。其实我们现在很容易威胁别人。 哦，五伦关系相处当中啊，啊，有时候会啊，给对方，你你不怎么样，我就那个都是威胁、啊。所以他对老师的恭敬，他还没有养成呢、啊，他还是顺着自己的意思，他还觉得他很精进，我要出家呢。 但是他不知道，他这个心态是在威胁老师的。那我们成长的背景不同啊，啊，一百年前都是大家族啊，啊，那个成长，我们几乎没有自私自利的缘呢。啊，那个成长就是念头，就是为父母想。 为整个家族着想啊！我们去想想，我们那个爷爷辈啊，啊，像陈德父亲辈，从来没有感受到父亲为他自己考虑，啊，都是为父母、为兄弟、为家庭、孩子，这就是义呀、啊，重义，他轻利了。 那是有传统文化的成长环境，那就是他们的缘哦。哎，那我们假如从小就是两代住在一起而已，不是三世代同堂那假如父母啊长辈又不懂传统文化教育，都围着这个孩子转，你说他不自私有可能吗？ 总在遇缘不同啊、哦，所以我们也要形成懂得观察自己、观察人、观察事物，其实都是因缘所生法啊！啊，能看清楚了，每一个人、每一个事啊，都是我们的老师了，都可以给我们启示了。 所以我们学习这一段呢，啊，师长老人家提到了，你要跟一个老师学经教，学到通，要长期的跟随，啊，你慢慢去体会、去落实，就会把他的教诲贯通了。就像曾子、曾野鲁，但是他肯学啊，他也贯通了、啊。 他能讲出来，无道，呃，孔子说无道一以贯之，他马上能知道。他说：“喂。啊，是的，老师啊，啊。”他说：“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。”那可能我们谈到这里，那师长现在年纪大了，啊，天下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。 啊，我们可以啊，两三个人都有这样的志向啊，学通师长的教诲，我们依众靠众啊，我们在家庭工作都用师长的教诲来探讨，我们宣习也不间断啊，一个礼拜聚一下，哪怕啊不能聚在一起啊，还可以用啊线上的啊，其实现在。 啊，线上哦，那个镜头啊，看都很清晰的哈，就跟面对面呢，不会差很多了，都可以一起探讨。哦，所以陈德也觉得，我们都要共同有一个志向，啊，做师长的真弟子，表好法，啊，让我们的亲朋好友啊。 对师长的教诲有信心，这是我们弟子应该有的承担。好，好，那我们上一次、啊、谈到的是师徒如父子，我想我们学完这一段，最重要的，我们假如是。 从事教学工作，我们就要真把学生当自己的孩子一样。那我们这一段呢，就没有白学了。啊，不管你是教什么内容，啊，行行都可以出状元。啊，每一行。 都很好的去传承，因为里面都有道啊，啊，好，那我们真正遇到真善之事了，啊，佛门说从名师受戒，啊，明白了老师的，那我们真的要就像对待自己父亲一样啊，恭敬。 是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，十分沉静得十分利益。好，而我们这一段呢，也提到啊，啊，师长说呢，晚年感到遗憾啊，因为老师对我们太客气了，没有严加管教啊。好，啊，那我们。 读了这一段，应该对我们自己也要有启示。我们不管是做领导、做父母、做老师啊，啊，也都要啊，注意到严加管教的重要。这个“严”字啊，我们之前有共同学习过《春学旧语》啊。 啊，引了《礼记学记》的话，“师严而后道尊”，啊，严师为难了、啊，啊啊，我们不能把这个“严”字变成严苛、严厉，啊，这可能会解偏掉了。啊，这个“严”呢，是老师自己先自重，君子不重则不威。 老师自己先呢、啊，克己复礼啊、哦，所以不是说我、哦、我不喝酒啊，我不抽烟这样的标准而已啊、哦，这这样对老师的标准太低了啊、哦，因为老师是要传道授业解惑的，那等于老师格自成正啊，革除自己坏习惯的功夫要下的深。 自然就有一种威严、威德出来了，所以言教的前提啊是身教啊，哦，所以这个言字我们不能写到都是严格去要求学生而已咯。古人说的“身教者从”。 言教者颂，一个老师脾气很大，要去教学生脾气好一点我相信他内心一定抵触的，他不服气的，这人之常情嘛。哦，那我们自己啊，为人演说啊，要演在前面，之后才是言教啊，说在。 后面，人家就服气了，哦，哎，比方，承德的父亲啊，在自己犯严重的错的时候，都有训斥我，啊，但从来没有一种感觉就是不服气呀，啊，父亲的高大，啊，父亲在内心里面这种崇敬的。 形象一辈子没有变过啊，那是那是父亲自己以身作则才有可能呢、啊。哦，那我们真的遇到啊，肯教我们的领导、父母、老师，我们就要受教啊。啊，所以这一段。 有站在教学的角度，也有站在学习者的角度。啊，我也接触一些啊，比方说中医界的很好的医生呢、啊。我说你都五十多了，你不带带一些人才啊？他说不是不肯教啊，人家吃不了苦啊。 肯教的有，但是也要肯学的哦。所以假如我们是一个学的角色啊，哎，福在受荐，真的肯接受，肯依教奉行啊，我们真是有福报的人。啊啊，有时候啊，现在领导老师。 啊，在提醒我们了。我们首先那个自我感受啊，不舒服就上来了，甚至会误会对方。他是要尽力来护念我们，我们还觉得他对我们有意见、有看法，误会了他的善意了，甚至于旁边的人没有提醒好他。 所以人跟人相处啊，不能搞情执啊，要理智啊。啊，这个时候你跟他说：“哎，你领导是为你好，老师为你好。”他可能就珍惜这个缘了。你假如还跟他一起批评他的领导老师，他的领导老师就帮不上他的忙。啊，陈德观察到啊，现在的人啊，福越来越薄了。 为什么福报心量太小？自我的感受一起来，会误会爱护你的人的用心。你说现在十几岁的孩子，他们聚在一起啊，哪哪一个同学的父母比较严格？他的同学会跟他说：“你的父母是爱你呀、啊。”有没有这样的同学？啊？ 可能有了，啊，承德也有留心去观察，啊，真的佛菩萨是同体大悲，啊，对每一个人呢都在护持，包含他的祖先都在护持，啊，但是当事人呢？ 他不能接受，他又误会，那这些缘就帮不上他了。好，所以一个人走到很很苦难的状况啊，有可能是他前面没有珍惜这些好的姻缘了更怕的是什么？他在人生的福报折损，一直往下堕的时候啊，他还一直在抱怨。 那这个就佛菩萨也帮不上忙，哦，所以这个人呢、啊，一定不能怨天的，不能尤人的，这样佛菩萨祖先的加持啊，才进得来。好，好，哦，那接着师长讲到了求学趁早啊。 大家读到这四个字，有没有想叹一口气啊？哎呀，啊，人生呢、啊，转个念头，烦恼就是菩提了啊！遗憾就是力量，化悲愤为力量。啊，呃，承德二十几岁学啊，哎呀，就是太晚了。啊，所以现在看到小朋友啊，就好像充了电一样啊。 啊，他的也会比我好啊！我们再累都很值得啊！啊、哦，化悲愤呢、啊、为力量。好、哦，啊，师长说到、啊，亲近李老师，啊，老师告诉他，教学的黄金时代是二十岁以前。啊，父母教诲，老师教导，严格的训斥、啊。 所以严师出高徒，啊，因为毕竟年轻啊，定力还没有形成呢，啊，这个父母老师严格啊，对他有一种约束力在，啊，可以射受他，当然不是发脾气啊，那发脾气会反效果的。哦。 啊，我自自己回想，那父亲在在和这个训斥我的时候啊，自己都可以感觉到他的苦心呢、啊。啊、哦，包含这个承德母亲啊，打过我一次而已，啊，那一次就打了两下，真是打在儿身，痛在良心。我、哦、那个一一辈子啊都不会忘了，那种感受到。 母亲的心啊，二十岁以上啊，他成年了，他有过失就不好讲了啊，讲了难为情啊，这要顾及他是成人啊，要顾及他的面子了啊啊，所以二十到四十岁有过失。 善知识对你只能够暗示，决定不明说。啊，为什么不能明说？啊，因为成年人都要面子，啊，父母、老师也都要顾及。啊，但是你有过失，暗示你，希望你能够从暗示里面。 回头觉悟，改过自新啊！那四十岁以后啊，再有过失、啊、暗示都不可以啊，就不提了啊，通通包容啊，不说了啊。你有善的地方，称赞你；你有过失啊，绝口不提。 也就是说，四十岁以后不能教了。学习呀，也都有它的时节因缘啊。我们在《礼记学记》里面有提到啊：“时过然后学，则勤苦而难成。”这个黄金时段要抓住。 啊，其实，在教育的角度啊，有很多时间点都是最重要的教育机会啊。比方说，孩子第一天要上学了，你给他一些很重要的求学的心态，他先入为主了啊。或者他考上大学了，他要去读大学以前，你要告诉他怎么好好珍惜这四年啊。或者是他即将要社会新鲜人要工作了。 哎，你给他一些我们工作的一种心态啊，这个对他很重要啊。包含交儿婴孩交付出来啊，媳妇要一来的时候就要调教了啊。等到他这个来了一段时间，你再调教，那时间姻缘就差很多了。 啊，包含带一个班，一开始先建立规矩，啊，等规矩很乱了，你要再来整顿了，他差距亏去啊，啊，就差的蛮多的了。好，那我们读到这一段哈，像承德，我已经五十了，好，那当然。 这个法是圆融的哈，啊，这一段法最重要的，啊，就是要顾及别人的面子，但是自己可以不要面子，啊，只要我们可以私下面子，接受任何人给我们劝谏提醒，那我们还是可以有质量亦友啊，闻欲恐，闻过心。 质量是啊，还是可以见相情，啊，但是一般来讲，除非这个人一心向道，不然还是要顾忌。因为这也是人情事理啊。所以一个人随时可以归零啊，人家就好讲我们了，啊，当我们给人家觉得我们很有什么，人家就不好跟我们讲。 人与人的缘分都是一种感召哦。好，那陈德啊，也曾经啊遇到啊一个朋友，啊他跟陈德说啊，他有什么问题啊，都可以给他提出来。哦，后来呢，我给他提了问题啊，才提一点呢、啊，哇，麻烦了。 人家不高兴了啊！我察觉到他不开心，不高兴了啊！哎，用了一两年的时间啊，要把它抚平啊，都挺难的。所以这个还是怪自己啊！这个人情事理，还有在境界当中没有判断清楚啊！不是说人家说哎，你可以给我提啊，就是可以提啦，你还得观察一下，那个画出去的驷马难追啊！ 所以我还是不善学哦，啊，因为师长呢曾经有讲一个公案呢、啊，啊，啊，刚好他讲学的过程啊，有一位讲学的老师，啊，哎，讲完课下来呀、啊，啊，跟师长说，啊，请你多提提意见啊，啊，哎，师长就开始要给他一些宝贵的建议啊。 啊！一开口啊，看对方的脸色变了，他就不讲了。<laughs> 哦，这一段我们要好好学学通，<laughs> 哦，所以才犯了这个错误。好，好。所以这些人情事理啊，其实对我们处众啊还是很重要。我们能够拿捏好。 才不会产生呢人际的摩擦了，哦，那师长说到了，跟李老师十年，我就看到他老人家对待学生态度不一样，确实有几个同学他非常爱护，啊，但是对他们的态度很严肃。 啊，从来没有好脸色看的，啊，都是教训。但是这些学生知道感恩，啊，对老师五体投地。啊，还有一些学生，老师对他满面笑容，从来不问，啊，什么原因他不能接受。 啊，你批评他几句，脸马上就红了，啊，就很不高兴了，啊，那就不再说了，啊，我们一提啊，对方就开始解释了，那这个就不能再继续讲下去了，啊，人家没有接受的情况啊，啊，你继续讲继续讲，那个梁子就结得更大了，啊，这个不能攀援哦。 不再跟他结冤仇，好，把他看作旁听生。啊，当然哦，对他满面笑容也是慈悲啊，让他继续熏啊，看呢善根能不能再增长。啊，因为众生善根呢不可思议啊，啊，我们所判断的是他眼前的。 状态，但是我们也不给人贴一个标签呢、啊，啊、哦，说不定哪天他开窍了，也不一定啊，啊、哦，我们对人还是一种信任，人之初性本善，但是我们现在判断他不能接受这个，不能攀援，哦，哦，那这一段其实、啊、李炳南老师有发现，师长啊有疑惑。 啊，就把他找到啊，房间里来，给他开解，哦，这样就不会误会老师啊，对学生的态度啊不一样。啊，其实我们现在啊，容易相信自己的看法，不容易相信老师的做法。 啊，或者是领导的做法，啊，我们可能就会下一个判断了。哇，你看那，哎，老师啊，领导现在用那个人都是，都会讲好听话了，啊，我们就下一个判断了，可能这个缘就过去了，还是要观察看看，啊，因为。 好的老师啊，只要人家跟他有缘，他还是会珍惜那个缘的。可能他也清楚啊，他不一定不清楚啊。可是我们真的很容易相信自己的判断，然后又没有去请教老师，可能这个缘就当面就过去了。 啊，所以师长也推荐、推荐了一些他的朋友去跟着李老师啊，也都离开了。啊，哦，那现在这样的老师找不到了。啊，为什么？没有人要学了。 啊，师、哦、长常常感叹说：“找一个好老师很难，找一个好学生更难。哦”啊，有时候师长的话，我们很可能经过很多年了，再来感受老人家这个话，感感觉会更深刻了。 那不管别人肯不肯学啊，那我们一定要做一个肯学的弟子。啊，我们发愿啊，一定把老人家的教诲好好的去落实。这也是真正的请佛助事啊。 佛事门中啊，不舍一人啊啊，我想啊，从事教育工作的同道们，应该都有感受啊。啊，真的，一个学生肯学呀、啊，啊，我们再苦再累啊，舍命陪君子啊。 哦，那是一个当老师的最欢喜的事情了。哦，所以请佛注释啊，我们每个人都做得到啊。好、哦，再来啊、哦，分秒必争。啊、哦、啊，师长出家以后啊。 台中的同学到台北来看，看他，啊告诉他呢，老师讲经的时候啊，骂人呢。我说怎么骂人呢？台中同学跟他十年，啊，你们十年什么都没学到，学到的人走了。 他也没有提名字啊，大家都知道啊，啊，啊是师长哦。所以啊，同学就问他呢，学到了些什么？哦，我们想一想啊。 哎，李老当下说学到东西的人走了，那我们假如是学生，我们会怎么思考？哎，老师真的会多教哪个人东西吗？哎，我们要能反思到问题呀、啊，真是不容易哦。我们还是容易相信，啊、哦，是不是老师多教他东西了？我们不容易相信老师哦。 容易相信自己的想法啊！曾经有一次啊，陈德刚好有公开的课程啊，后来啊遇到一位妈妈，他的儿子啊跟我差不多年龄，也跟着师长在学啊，结果他看到我、啊，就把我拉到角落旁边了啊,啊，然后就问我。 师长有没有多教你什么？就是我们还是疑心很重啊，还是容易相信自己的看法，很难体会这个善知识有教无类的心呢、啊。其实这一念疑呀、啊，就是一种障碍。 所以人要反省了，不容易嘞。你看，跑跑到台北去找师长了，啊，师长说到了，啊，我学的跟你们一样啊，老师没有单独教给我东西，都是在一起学的。啊，那老师为什么说你学到东西？啊，我说。 可能是心态不一样啊！我们在台中的时候啊，是分秒必争，住一天是一天的福报，非常珍惜啊！你们在台中大概有的是时间啊，十年不行，二十年，二十年不行，三十年，你们是这种心态。 懈怠懒散，原因在此地。啊，我们怎么敢懈怠？在台中没有根，没有家，随时会离开，机会太难得。啊，这也让我们联想到啊，佛为什么不久住在世间？啊，因为假如久住在世间，这个学的人呢？ 哎呀，佛寿命那么长，我明天再去吧。都是明天再去，明天再去，明天再用功。啊，那古人说“明日复明日，啊，明日何其多”，啊，我身待明日啊，万事都成蹉跎了。而且这个万事蹉跎以外啊，无常一来，我们就被吞了。无常什么时候会来？ 随时会来啊，所以我们修行人不够精进啊，最后都是被无常打的措手不及呀。好，所以无量寿经说：“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，啊，欲何待乎？”啊。 所以佛久住啊，难招之想，恭敬之失，心呢、啊、深不起出来了。啊，凡夫因循苟且，把光阴错过了。啊，古今中外都有这些问题，尤其是现代的社会，啊，跟古人是不能相比了。 我们这个尊师啊，做人的基础跟古人不能比，外面的诱惑啊，要比古人多很多呢。啊，所以师长也说，你现在修行能得力，能成就，连古人都佩服你呀。啊，那我们看到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客观的因缘。 那这一生要出轮回，可不简单，可不简单哦。哦所以佛门说，菩萨修行唯一善根呢，就是精进呢，不能丝毫懈怠啊！啊，因为我们的基础不是从小扎的了，啊啊，现在全心全意来用功啊！ 都不一定能成就啊，更不能懈怠了。哦，那尤其我们现在啊，科技又很方便了，啊，那个、手机一放就有，三至四奖金了。可是方便是一好哦，那因为很方便了，就不一定容易珍惜啊。 哎，这是我们要很谨慎的地方嘛。哦，就像李老当时教书的，连录音都不会录哦，必须全神贯注听啊。啊，那现在我们听课程啊，反正这个都可以重播的嘛。哦，这师长那个我，我我再重播就好了。那这个每一个当下没有全神贯注啊，那个要深入很难了。 而且每一个当下不能全神贯注，会变成习惯，这是我们要注意到的。哦，所以读经也要全神贯注啊，不然读的时候啊，嘴巴还在动啊，一个字也没念错啊，但是已经在想其他的事情了，也会养成习惯喽，要赶快拉回来。 所以，黄念祖老居士教诲啊，啊，我们修行啊，最重要是修心呢、啊，心是根本啊。这也是张家大师教给师长的，从根本修，从起心动念处修。提到啊，不能轻忽仰视。 我们不能轻忽了，啊，我们在让我们的情势在增长，啊、哦，比方说口念弥陀，心善乱，喊破喉咙也枉然。我们在心善乱的时候，都想着无欲六尘，是非人我，我们的心还在熏呢，啊、哦，不能忽略。 自己这些念头啊，他都会增长我们的分别执着。哪怕是在念佛的时候，都要小心啊。有没有心善乱呢？啊，在读经的时候，有没有在打妄想啊？好，这些都是过来人的提醒啊。这些法都我们要很珍惜啊，啊，珍惜一句就就有。 很大很大的受用，可能就会提升一个境界了。啊，下一段沉静受益啊，很多人一生追随高深大德，没有成就啊，什么原因？啊，老法师讲经是为他们讲的，不是为我讲的。 我们当弟子有这个心态呀、啊，那这个听经就很难受益了。而且说实在的，会讲这个话的，有可能是跟在比较近的学生哦。啊，越近越容易轻慢，越容易不珍惜。啊，这个人的一一个。 习性啊，这个我们得要有自知之明啊。有企业在啊善知识旁边，啊他的福报很大，我们都会被他庇应啊，庇硬久了，觉得很自然啊。 其实福报是我们要战战兢兢，要特别珍惜的，哦，包含教导啊、哦，也不能因为静啊,、哦、啊，啊，我们说静妙其神呢，啊，静别其其神的，不不珍惜、啊。其实就像我们现在随手可以打开师长的教诲，但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珍惜度有没有？因为 太方便，而减弱了呢。啊，陈德记得，当时候刚学佛，啊，我们已经有 VCD 啊、DVD 可以看了。啊，在大陆一些山区啊，他们只有录音带，而且只有一套。然后是这一套光碟到了，放给大家听啊，全部跪着听啊。 如瓶得宝啊！那我们也要问问自己、啊：哎，现在听经的恭敬度，跟一开始听比起来，是进还是退？因为我们修行就是修这一颗心呢、啊。假如这一颗心在听师长讲经的恭敬心退了。 那请问，其他哪一个部分会进步呢？啊、哦，这个不能忽略到每一个心境哦，每一个细节哦。所以《华严经》说：“一真，一切真哦；啊，一忘，一切忘。啊，假如这个恭敬心退了，也是代表我们的真心有退了。 这些小细节，我们都不能忽略啊，都要自我勘验的啊，因为修行得要靠个人了啊，没有人发考试卷给我们了，得我们自己检查自己了。好，那我们从外面去的人不一样啊，我们的心态老是句句话。 都是为我一个人讲的，我完全接受。那我们读到这个，我们就要效法师长了。啊，每一次听经都是为我讲的，我完全接受。啊，陈德也观察，啊，我们弟子们在听师长讲。 会自己冒一个念头，哎呀，那个是师长才做得到了，我们做不到啊！哇，师长，那个那个都是再来人了、啊。啊、哦，大家注意哦，再来人，他一定应激说法，他所说的跟做的不会是我们做不到的，这才叫再来人嘛、啊。 那是随众生心因所自料吧，所以其实我们的思维也不是根据经教哦，我们的思维还是根据自己的想法感受啊。啊，真的有这个态度啊，每一句就入了自己的心呢、啊。 句句都有受用了。老师在上课教学，你们不肯接受，我肯接受，道理就在此地。啊，就像师长答应守那三个条件，还去跟老师表达，我不只守五年，我要再加五年。 我我相信李老当下非常的欣慰了，啊，孺子可教也。啊，很多人对老师表面上恭敬，我们对老师是内心里头真诚的恭敬，啊，所以，我们学习呀，就怕阳奉阴违啊。 这个就当面做过了。印光大师所说：“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，十分沉静得十分利益。”好，我们对老师那个沉静心是不是百分之百？不是。我常常讲是讲真话。啊，我对老师的沉静。 百分之二三十而已，啊，我就能得百分之二三十，啊，其他人对老师的成敬百分之一二而已，啊，我们当中就相差十倍，啊，我劝他们要珍惜，不珍惜、不恭敬、不真诚，啊，你跟老师住一辈子，啊，你什么都没学到，啊，一生。 啊，白根了，好，那对我们来讲啊，我们打开师长的教诲啊，就好像他老人家当面在跟我们讲一样啊。其实时空是没有障碍的，最重要是我们的心呢。好，所以印光祖师也是指导我们，我们打开经典啊，如面佛天呢。 就好像释迦牟尼佛就在我们面前一样，哦，我们用这种心境来持这一部经，来接受这一部经的教诲。好，啊，下一段呢，不搞佛学院。 啊，我出家前在台中住了十五个月，啊，学了十三部经，啊，我都能讲，啊，所以一出家就教佛学院，啊，教的很轻松，啊，哎，这里已经进入啊，师长老人家弘法了，啊，前面是谈自己的学习，那学的好。 我们才能够教学啊，这是基础啊，教的很轻松啊、哦。佛学院学习期间呢，啊，那是上半年、下半年啊，教三年啊，我才讲了六部经啊，还有七部啊没派上用场。 啊，当然这个前提啊，师长他们学习是只要学了，就要把这一部经学通哦。啊，我们现在不能贪多，啊，俗话说贪多嚼不烂呢。啊，所以在老师会下的学习啊，进度就非常快，啊，士气很高，法喜充满。 那这一段话对于我们从事教学，啊，我们也要感受那个无形的士气呀。啊，学生他学习的那个士气高不高啊？哦，哎，这个我们老师也要感受得到。啊，包含你在一个家庭里面带带动全家人学圣教，哎，这个士气也很重要。 这个士气不能衰败下去，最后大家提不起劲来了。啊，这个节奏也是一个教学者要拿捏的哦。好，那佛学院毕业出来三年，大概一部经啊都不会讲，所以我对于老师这种教学方法非常欣赏。 啊，对佛学院就很感慨啊！我在台中住了十年，跟李老师学经教，学了三十多部。啊，那个时候啊，佛光山的道场刚建起来，没有多久久，啊，星云法师办了一个东方佛教学院。 啊，请我去做教务主任，啊，这个快五十年前，差五十年前了，整整五十年左右了，啊，我就把台中李老师教给我们这些方法告诉他，啊，我给星云法师建议啊，那个时候有一百三四十个学生，啊，我也想把学生分组。 三个人为一组，让他们自己志趣相投，啊，成立一个小组，啊，每一个小组啊专攻一部经，啊，有小组有好处啊，一个人学跟三个人一起学，那士气不一样啊，那切磋起来啊，很有气氛呢，啊，啊，我说十年以后，佛光山最少会出。 二十个世界顶尖的法师，哦，那就佛光普照全球。哦，我们看师长一个人弘法，影响到五大洲的众生哦，一个真发心的法师啊，啊，就能达到这样啊利益众生的效果。那更何况是二十个的话，那就不得了了。 啊、哦，师长说，假如他是选了啊、哦、普门品来深入，完了这个十年以后，他就是观世音菩萨了啊、哦。哦，他他假如选地藏经，哦，他十年之后，他是落实了，他地藏菩萨来来教化了啊啊、哦，因为他都要依循经教来做啊、哦，他没有接受。 他说：“这个做法好是好，不像学校啊，他采取一般大学里面那种教学的方法，啊，就是交叉排课，啊，请很多老师，啊，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啊产生了不同意见，啊，他坚持不能接受，所以我在那教了十个月就走了。” 啊，这是五十年前的历史啊！啊、哦，我们读下来应该是挺遗憾的了。哦，假如五十年前，啊，星云法师接受啊，啊，台湾现在的局面可能会有不同。啊，也感受到啊，时节因缘不容易啊，感受到要见和同解啊，不容易啊。 感受到在这个时代做事啊，真不容易啊！啊，师长办英国汉学院，九十岁的时候啊，他老人家从一出家就在尽力培养弘法人才，不疲不厌六十多年了。啊，要有一个长久的护法，在这个时间也。 都不简单了。啊！但是毕竟呢，老人家一生弘法的因缘呢，在护着我们所有的弟子啊。所以我们现在学教，我们现在弘法，都有他老人家的庇荫啊，没他那么困难了、啊。你看，老人家当初出了家了，还睡过火车站呢。 但是毕竟是老人家屁硬啊，我们要很珍惜，不然就在享福当中啊，会堕落下去了。而师长老人家他学讲经，他是精进勇猛啊。哎，自己今天没有讲，没有对象讲了，把录音机打开啊，对着练习呀、啊，不间断了、啊 啊，他老人家说的啊，拳不可以一天不打，啊，歌不可以一天不唱，要吊吊嗓子，啊，那经课不可以一天不讲，啊，都要千锤百炼的。好，那因为我们看到师长走过来的路。 啊，也有机缘啊，跟随他老人家做事啊，真的感觉这个时代挺难，是非经过不知难了、啊。哎，自己的一个受用在哪呢？觉得事情很不容易啊，比较不忍心批评啊，因为要批评也太容易了，一定有不足的地方啊。 但是自己经历过来，哇，好多很好的缘，要留也留不住啊！哦，哦，那当然也是更期许自己啊、哦，要有更好的福报啊，来护持弘护的人才啊，这样才能更稳定的推展。 一方的教化，哦，而这里啊，也让我们思考一个重点，就是我们处在一个快速变化的时代，啊，这个变化的速度是空前的哦，啊，你看一些农村。 可能三四年前还没有电视哦，现在已经变成一只手机了。那变化的速度空前的，但我们能不能在快速变化当中能掌握住不变的原理原则？不然我们也会跟着被带走了。我们也有可能呢。 随波逐流，所以当时候，弘一大师啊，跟太虚法师培养人才的见解也不一样啊，那更、个、更早以前了、啊。 红一大师也是要寻老路子，所以这个培养人才这个原理是不能变的哦。变了之后很难培养出人来，你花可能花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哦，但是更培养不出来，反而是老路子不用花太多的人力物力财力，可是真出人才。 好，我们看古代的私塾啊，要多少人力、物力、财力？一个老师，秀才，教书先生，学生呢，还不用一年级、二年级、三年级哦，你一个一年级、二年级、三年级，每个年级都要配老师了。好，不止配一个老师哦，还要配好几个科嘞。 他一个师叔老师，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啊，啊，不同年龄层的他都可以带，不用花太多钱的，包含他的整个教学的理念方式，啊，师长常常提的那个拜师啊，那就是一种教学的智慧啊。 啊，在那么小的孩子心中扎下尊师重道的根基。老法师为什么常提呀、啊？因为那是他终身受用处啊！对老师都很恭敬啊，他能感召台湾最顶尖的三个善知识来教导他。哦，那就有人又说了：那老法师不是说一个老师吗？他怎么自己三个老师啊？ 我们现在人，这个很很喜欢，自己不用心去观察，然后很喜欢提问题，啊、哦，也好了。我们有这个机会跟他探讨一下，啊，观察因缘，因为师长所处的年代呀、啊，已经对佛法有误解了。 而且市场是很聪慧的人，你一般的人要说服他了，不是那么容易的。你一定要讲的让他觉得是很正确的，他才会相信。那因为他最崇敬的是哲学、啊，所以这个这个入门呢、啊，要我们台湾第一把交椅庞、啊、东美教授。啊。 把他引入佛法，啊，哎，接着跟着张家大师学，啊，张家大师三年，圆寂啦。假如张张家大师没有圆寂，那师长就会一直跟着张家大师学啦。啊，但师长提到了，他佛法的基础啊，是张家大师帮他扎下去。的。 啊，最后跟着李老师学教，啊啊，成就他的道德学问，啊之后，因为老师都给他好榜样，也成就他一生弘法的事业。啊，我们可以想象啊，师长在面对很多境界，一定都会想到老师教他的，老师表演给他看的。 啊，这个前面呢，师长也有表达到啊，他受用一生呢。啊，所以古人的一些做法重要啊，啊，《三字经》这些教诲不能乱变的、啊。人之初，性本善，这是教育的大根大本。 我们要相信每个人有本善，啊，我们去教，我们这一份信任就能把学生的善根呢调动起来了。我们有怀疑的眼神，把他的善根都扼杀掉了。啊，那教之道贵以专，这不能改的、啊。你交叉排课，就跟教之道贵以专的原理。 相违背了，但是我们就处在这样的环境啊，从小就是交叉排课啊。那我们问问自己走过来的路吧：小学六年，初中三年，高中三年，十二年呢，可以学多少东西啊？好，那我们自己想一想，这十二年来，我们现在记得什么？ 考试的题目吗？可是李老这十二年学什么？学的一生都没有忘哦。九十几岁，引《诗经》啊，引《尚书》啊，都是娓娓道来哦。这是古人的教育智慧哦。读一百遍，背一百遍，在他那个年龄，终身不会忘记。 这个这个古法，我们丧失民族自信就没有用了啊！所以我们冷静看看，现在所谓的学校，它的系统是谁发明的？是从哪里传过来的？而假如这个教育方法跟教之道贵以专违背了？ 请问他已经误了几代的学生了，几代的人类了，所以我们整个人的素质一直在往下滑，这几代滑的好厉害啊！我所见到的不是一代一代滑，是一年一年滑。所以为什么师长尽他的全力要办一条龙？因为要把这个实验做成功啊！ 你跟现在的人，你一说我们古代这些教育理念方法很好，他说你拿证据来啊。所以我们跟着师长都是在做实验啊。好，没有做成，人家的信心建立不起来，啊，所以大家是不可以不弘毅啊，啊，任重而道远呢、啊。 所以丧失民族自信心啊，付出的代价真的是很大。那希望啊，一切有缘的人对传统文化的信心呢，从我们身上建立起来。我们这一个心呢，就是普贤行。请佛助世，要先请自己，求人不如。 求己，我们要懂得直下承担。好，孟子说的“当今之事啊，舍我其谁呀、啊？”因为我们遇到师长，才能把这些道理搞清楚，别人不一定有这个缘。啊，我们懂得了，我们不管我们能做到什么程度。 我们最起码，我们尽心尽力啊，这一份真诚，就能感动有善根的人，一起来共襄盛举啊！哪怕自己做的是铺铺路石啊、垫脚石啊，都非常值得啊！两文钱也是功德圆满，哦，铺路石也是功德圆满。 这是传统文化可爱的地方啊！哦，莫以成败论英雄啊！我们有没有静心呢？啊，这个重要啊！所以《楞严经》说发意圆成啊。你发的是真心，能做到什么程度，那个是因缘，但你是功德圆满。 那一门深入啊！李老师在台中教导我们啊，学经教只能学一种啊，绝对不可以同时学两种啊！你学两种，他就直截了当告诉你，你没有能力啊，你不是这个根性。 中国古人学习的理念是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，方法是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。啊，要借这个、啊、修清净心。其实我们所处的时代、啊，也会形成一种心境，就学东西喜欢多学一点。 好像心里比较踏实啊，啊，那是一种知识性的学习啊，所以这个印光祖师有一段法语啊，啊，大意上是这么说啊，啊，真龙啊，真正的龙啊，真龙得一滴水啊，可以骗雨世界。 泥龙啊，啊泥做的龙啊，泥龙终日泡水中啊，也不免丧身之祸啊。啊，那这个假如我们转换到学习的状态，就是我们学一句啊，是扎扎实实去落实它呢。哇，那这一滴水啊，就起的作用可不得了了。 啊、哦，比方说师长说“念念为他人着想”，我把这一句放在心上了，我每天都去落实啊。请问他的自受用有多少？他的他受用会出来哦，他都为人想，人家都生欢喜心了，觉得他变了，可能就因为他落实这一句啊，人家就跟着他要来跟师长学习了。 被骗于世界哦，啊！但是尼龙就好像我们都泡在经教里面了，哎，每天也都是啊，那个播经机啊放着都没有没有停啊，但是没有一句扎扎实实去落实的话，我们很难得受用，甚至会长浮华，因为不力行，但是但学文。 就会长孵化了。啊，承德的观察，光是一个学习的惯性，这种知识性、记忆性的惯性要转变了，自己都要很深入去看自己的状态，才会发觉得到，不然那个惯性啊，也转不过来。 都会跑向继问之学去了，啊！我也曾经遇过啊，啊，很主动来找我的朋友，啊，他说他也想要弘法立身嘛。那年轻人有这个心，我们当然很高兴啊，啊，每个礼拜啊，开车啊，都开。 一个半小时啊，这来回就三个小时了，啊，实在讲我也挺感动的。每个礼拜都来哦，其实我是累的半死啊，他还来，那就得赔喽。结果呢，第一个礼拜、第二个礼拜到第三个礼拜啊，我发觉呢，他没他的表情啊，越来越僵硬了。 然后呢，这个眉头都锁住了。我感受到啊，他在听我讲话的时候，恨不得把我讲的每句话都背起来，<laughs> 所以他他很用力呀、啊，所以每个礼拜来，那个脸越来越揪在一起了，而且他太着急了，着急想我赶快学的我怎么哄法。 哎，那个心态呀、啊，他自己没有察觉。啊，我还请他去，我我感受到了，然后我请他去看一部短片啊，啊，那个商道精华，啊，啊，那个林尚沃啊，也是一个很成功的企业家哈、啊，商，这个韩国真实的故事哈、啊。 他要学做生意啊，他就我要赶快赚到钱，我要赶快赚到钱。结果他的老师就告诉他你在急什么？你在急什么？”我就希望他对这一句啊有产生共鸣啊，啊！但是看完了，他也没有对这个产生共鸣啊。那当我在跟他交流的时候啊。 哎，旁边坐的一个长辈啊，六十多岁了，啊，没什么学历呀、啊，可能只有高中学历呀、啊。我在讲话的时候啊，啊，这个长辈就点头，然后呢，很自然的还会跟我对应几句呀、啊。好、啊，那这个年轻人都是什么？都是这样看着我，一句回应也没有。<laughs> 哦，后来我就顺便以这个长辈。 我说：“你看，他他很放松，哦，还跟我有回应。你你怎么这么僵硬啊？啊，探理宜柔啊，啊，人要深入这些义理啊，身心很放松的、啊，悠游含有是可以自得啊。结果后来我提醒他这一点。” 啊，我知道了。啊，我学习的状态就是呢，啊，比方说我去读大学，啊，我今天知道，啊，我下一门课要学这这一门，我就到图书馆去呀、啊，把跟这一门课相关的书全部借借回家里来，然后我就一本一本 K 呀，啊，一本一本灌进去呀、啊，这是他的习惯。啊，所以其实师长说的修行是什么？ 修正行为，修正错误的行为，错误的想法、看法、说法、做法。哎，我们清不清楚我们自己学习的这种习惯是正确与否呢？哦，那那这个还得要靠自己。 去检查了，好，所以其实我们自己也可以去感受，你真的同时学两门，状态比较有收获，还是学一门呢？哎，这个自己也可以去感受感受啊。 哦，而中国古人学习的理念呢，一门深入啊，常识熏修，方法是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。要借这个修清净心，这个修清净心就很重要了。啊，六祖大师有一句话。 不是本心，学法无益。这个话重不重啊？其实我们可以补充一点：不止无益啊，还有害呢。因为不对了之后，分别执着会增加呢。这些过来人的话，我们都不可以划过去啊。 哎，林则徐先生说：“行止不端，读书无益；心高气傲，博学无益。”一个老师，假如发现这个学生很傲慢呢、啊，你要赶紧善巧把他这个傲慢调服啊，不然他学越多，那那以后谁也管不了他了。 所以，东方的教学智慧啊，是先求根清净心，先求根本智啊。这个次第不能乱啊，不然就很难真正啊开发明明德了，开发真真心了、啊。 好，那今天时间到了啊，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，有有这个分享啊，还有这个问题啊，我们明天再来交流啊，谢谢大家。